困难事业满满心，人人想看想赚钱，工业社会来去搞变面，目睭闭起就想赚钱，我的厝房啊徛金山，归来台湾烧火炭，家己用土烧乌炭，了后家己卖老碗，老碗不吃搁吃豆腐，家己吃到啥物，互人吃看有。老天公欺阮外公，出名人去乱乱撞，撞一个收着煞半小时，事后赶紧趁红钱，嘛有底找倒下去，事大兼底做生意，偷食猪肉卖老鱼，暗时啊夜市啊卖外衣，大厅开店补水气，事后伫咧饲大鱼，饲大鱼搁大趁钱。上解骨仔是阮外爸，伊伫咧城内卖生菜，嘛有底地米粉炒，嘛有地底空豆干。大兄伊着无车头路，修理火车伫乌乌，了后想起去关库，全年伫底搁火炉，细汉便来车头路，伫公司去听伊呼噜呼，嫌起歹事袂休落。上最是阮正公，起起来煞做冤枉，外戚啊伫底卖水果，二戚啊伫底捡田螺，三戚啊伫底做雨水，四戚啊会晓看风水，五戚啊伫底养家规，六戚啊专门在丢鬼，七戚啊伫底做梦啊无，八戚啊伫底卖米线糊，九戚啊伫底卖酸醋。万一若欠钱顶走路，大哥二弟卖满钱，二哥五斤拍锁匙，三哥十个卖白米，四哥抓牛分大米，五哥电器卖电视，六哥手银卖电器，七哥粗粮做牛哩，八哥银子车螺丝，九哥二弟卖鸡。好久早，你看。